开始了。对，好，来粉丝团的各位朋友，大家早安。今天礼拜一耶，我们要介绍的这款车是 Focus 哈 ，Focus 的三代，那是四门的车款 ，Sedan 的车款。那 Focus 这一台车啊，谁装最多？有两个地方哈，第一个好像是第一个不是好像啦，是确定哈，是我们台中的经销商。飞鱼底盘技研，哇，那边因为啊，飞鱼自己就是开 Focus 的车，所以这一台车他那边装的最多，那最对这一台车的熟悉度啊，应该也是最厉害的，所以经理啊，第一个，如果你是开 Focus 的话，会推荐啦，找我们一下中区的，找我们飞鱼底盘技研。那第二个的话，在桃园的话，我记得微风车业好像有叫了不少组哦，我们桃园那边的话，有很多的经销商，可以找我们的那个桃园的经销商哈。那在北部的话更厉害喽，北部的话是何梦婷哈，在板桥的金门街哈，是我们北区的一个直营的据点。那一边的话，老板啊，何梦婷，小梦老板自己现在也有一台 Focus 三代的 ST。可以提供给大家来做试乘，所以啊 ，Focus 的我们试乘车特别的多，那销售的状况也特别的好，对这台车也特别的熟悉，所以很诚挚的邀请大家来试乘看看这台车 KT 的表现是如何，再来在众多品牌当中做选择。那这一台的今天安装的版本是 KT 的道路版，道路版的配置啊，前面的弹簧公斤数是配8公斤。后方的话是配6公斤，就是给这台车所专用的一个规格哈。那有一些细节的部分的话，这台车前方的拆装方式，跟一般的日系车款的话可能啦不太一样。它前方的避震器呢是插入式的仰角，跟一般日系车锁两颗螺丝的方式呢不太一样。Focus 的二代，应该是说从 Focus 的一代了哈，到现在为止的三代都是这样子，可是四代的话就不太一样喽。四代的话又回归到原来旁边锁从侧面锁两颗螺丝的方式哈，但这样的方式的话，其实都是麦花臣的形式啊，只是说如果像这样的形式的话，它上方的上座固定的，下方的仰角也固定的，所以它的 camber 角度啊就没有办法调整。那如果是四代的话，它的仰角螺丝口上方的话 ，KT 的设计啊会设计成椭圆孔，所以。camber 的话就可以从椭圆孔来做一个微幅的改变哈，来做角度的一个修正。但上座的部分的话，那比较简单了哈。如果这一台车的话有想要做比较进气一些的设定哈，或者是想要下个力保来玩一下的话，那定位的角度就特别的重要。定位的话可以靠上方、前方上面的鱼眼上座，鱼眼上座就可以做角度了哈。有很多的朋友啊哈，不太了解鱼眼上座的功能。像这一台车，你不动好，我来拿东西就好。来，这个是前面哈原厂的上座，它上座的话有3颗螺丝 ，KT 的话一样是设计这个方式。那上座的话 ，KT 有附强化的上座，如果啊不太够用的，才会改成鱼眼上座。鱼眼上座就是在这个角度啊哈，它会设了两个类似轨道，有两个轨道可以把这个上座的中心点。往内移，往内移的话，它的轮胎，这个轮胎的这个倾斜的角度啊，就会往内移。内移之后 ，camber 的角度就变趴，所以在过弯的时候，轮胎啦，像这一条轮胎是205吧，225哎，25457，好，25457，我们在激烈操控的时候，它会倾斜，所以轮胎的接触的一个面积啊，就会少于25。可是如果啊，我们把 camber 的角度做趴的话，它的接地的面积就会趋近，尽量再接近225的一个胎宽，所以自然操控性就会变好。那前驱车前置引擎，它在过弯到了一个极限，就会有一个推头哦，这个是很指向性，会有一个推头的一个动作。那如果改着鱼眼上座之后，它的推头不是说都不会有，但是推头的状况啊就会改善蛮多的哈，所以这个是鱼眼上座的改装功能。那这个。今天的话，这个版本哈，我们装的就是强化的上座哈。好，这个是前面的避震器。那这个原厂的它的油管固定方式比较特别了，它是锁螺丝的。好，我们这里刚好可以对照。
这个地方可以锁油管，这个地方。那待会的话会有一个它原厂离载串上方的架转接座的话会把它拆下来，所以离载串就会固定在这个地方。好，这个是有一个配重块，然后这里有一个基座，这个基座等待会的话会拆下来，就可以固定住油管。那前方的话配8公斤，180x8公斤的规格。那上座的话是这台的话，因为它上座哈是盖着的，所以如果要调整阻尼的话，稍微拆一下饰板啊，才有办法调整到前面的软硬。好，这个是前方的部分。那我们换来介绍后面的。这台车其实有很多的底盘啦，包含那个二代的酷咖哈，底盘也都是类似这样子。可是二代的酷咖，它的避震器的固定点啊不太一样，它的避震器的固定点比较像是三代的 ST， 它是固定在仰角，跟 Golf 的五代六代也差不多，固定的位置不一样。但这个一般版本的话，它是固定在下比较下方，所以它的行程啊也会稍微比较长。如果是三代的 ST 的话，它的行程就蛮短的，所以设计的一个不太一样，因为它比较靠近支臂，用意 ST 的用意就是希望它的操控性路感的回馈会更直接，会更灵敏，所以它的支臂摆得比较前面一点点，行程的长度也会稍微比较短一点点，所以设计上就不太一样。那三代的话，它的上座哈 ，KT 的话有副上座哈，四门款的啊，它的一个调整方式的话是在，它里面有一个饰板哈，我们饰板稍微掀一下就能，调整到这个避震器的上部。那如果是比较多的三门款的话，它的上面有一个类似内饰一个内饰毯哈，地毯的毯，这个内饰毯的话稍微戳一个洞就可以直接从行李箱里面来调整到后面的阻尼子，所以还蛮方便的。那后方的话，这一条弹簧 KT 是配180x6公斤的规格，上方的话这个是调整车高用的一个 Hello Key。 那这个上方原厂的话其实它有一个橡皮啊，因为这台车都是刚刚经理做的这些店家在捧场。那如果啦有看到影片的，有想要安装的 KT 的一个新的比较配合的店家的话，请注意一下这个部分，就是它原厂后方这个弹簧上方啊有一个这个橡皮。那这个橡皮哦不需要安装，而且这台车我们这个角度来，我们从由下往上拍，这个橡皮不安装，然后这个上方的话它有一个 Hello Key。 好， Hello Key 的话我们有贴了一个黄色的贴纸，这个贴纸意思就是说，这个 Hello Key 一定是要装在上方哈，因为这个调整机构的话，我们有发生过，技师对可能对 KT 的产品比较没有那么了解，然后装到下方，下方的话也不是不行啊，只是它的稳定度的话，它的基座固定的方式啊，比较没有办法像坐在上方那么的牢固，那么的都不会滑动哈，所以会建议啊，就照我们的方式装在上方。那上方的话少了这个橡皮啊。KT 有附一个专用的橡皮可以垫在上方，避免它有异音的状况，所以这个是后面的部分。那这一台车一样会有一个重点而已，除了这个小细节之外啊，后方的话如果啊安装的是比较没有那么了解的店家的话，会建议啦我们把这个弹簧，来我们现在我用手摇动这个弹簧，这个是不会晃动的。那不会晃动到什么程度，我们把这个筒身缩短到这个弹簧啊，刚刚好压缩大概5mm 左右就好了。如果啊，经理把这个筒身缩得很短的话，它的弹簧就预载过多，那糟糕了。这台车啊，在慢速的时候的道路回馈感啊，因为弹簧压缩过多了，所以它整个绷住了。慢速时候遇到坑洞就会很颠很跳哈，所以它就没有它原本 KT 设计应该要有的 Q 度啊，所以后方的弹簧预载的话，是这一台车整个灵魂安装的重点哦，所以特别要注意一下后方弹簧的预载，千万啊不要预载过多了。那这一台也有可能会安装的失误啊，是另外一个预载过多的箱板，就是太松了，那它整个会松脱。这样的失误的话不太可能，因为一般有经验的技师看到弹簧松松了，就应该知道这个会有异音哦，所以这个状况的话在 KT 的销售通路上里面不太可能哦。但是有一点就是这个的筒身缩短的程度的幅度啊要注意一下。这一条弹簧是180x，我们压到
175mm 就是刚好的一个规格。那这样子的安装之后，保证啊会非常非常的 Q， 非常的好做哦。好，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拆下来原厂的三代的一个后面的避震器，它很长，但是注意一下哈，来，这个阻尼纸啊，跟一般的日系车比较接近，它是以舒适为导向哈，所以就是比较舒适的一个设定了。如果要论操控的话，虽然 Focus 三二代它的本质很好，可是这个阻尼的设定的话，就是比较偏舒适一点的哈。那最近期的话有哦。来，像我们上个礼拜啊，有安装一台 Volvo 的 XC40， 那一台的阻尼啊，哇，比这个硬多了哈。当然啦，那一台的车重跟这台车重的话，或者是悬吊起的话不太一样。可是如果是一模一样的底盘设计的话，现在的趋势啊，都有偏向它的阻尼会说设定的比较硬朗一点点。举个最经典，好像这个礼拜三还礼拜四。KT 的工厂里面有安装的，那一天的话，经理也会特别，如果有空的话，开直播也会特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一台车是现代的 Elantra 的AD Sport 涡轮版本，它的后方的阻尼纸啊，哇，也做得非常的硬 Q 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底盘哈越来越欧系化的一个车厂的一个趋势的。那这一台车的话，如果到了四代的 Focus 的话 ，Normal 的。后面多连杆的版本啊，哇，它的阻尼啊也做得很蛮硬朗的哈，所以这个世代的话，如果车友们想要提升的话，千万要记得要来找 KT 哈。OK， 以上是今天 Focus 三代的一个直播分享，谢谢大家，拜拜。